怎么了老 baby， 怎么老婆不在家就想起我来了？我当然最爱你了，男朋友算什么？你看看现在的小女生真不知检点，竟然勾搭有妇之夫。小王总，这次的合作项目就交给他来负责吧。好，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。小王总，越野他一个新人，这么大的项目可能做不来吧。我无论是工作经验还是工作能力都比他强，这个项目不如还是我来。那我们就公平竞争，谁做的策划案好，谁就做项目负责人。年轻人嘛，有干劲是好事儿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办了。好，这么好的项目就会是我的，你凭什么？ Triple kill， 终于写完了，下班。不自量力，把策划书删了，看你怎么活动。